出去先回家。大家晚上好。今晚好久没看着了。我妈非得让我吃啊，我不想直播吃东西啊，吃不好，吃不行，我不能吃肉了。我去，我最近口腔溃疡，我得少吃点辣的跟肉了。欢迎娇哥，我想出来一个办法，我真的选。凤凰烤翅，我好想吃肉啊！我跟你说，太饿了。吃的是什么面？就是挂面。冰雪他们，冰雪就做这种面的。他应该就是生产类似这种面的。欢迎大家啊！欢迎野狗，哇，好想先唱首歌。要先唱歌还是先吃饭？吃完再问他发，这个不是他给我发的，他没给我发过面条。谢雪儿，不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李哥跟460的这些企业家平时对我都挺好的，这是应该的，我乐此不疲。今天直播的晚，冰雪的在哪里买？大家可以买一买冰雪的面。可以买一下他的面啊，他是卖面的，他是生产面的。不客气，兄弟们，别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你们这么整的话我倒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不得劲了，你们别跟我客气啊。饿死我了，我靠，初姐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丫的给我发这玩意儿，你干嘛呀？我靠！我这时候不能吃辣的，口腔溃疡。太丧良心了，我靠！我这口腔溃疡老大了，我吃东西都不耽误，厉害不？什么样的口腔溃疡都不能影响我正常吃饭，我跟你说。对，一家人，你们别谢我了，你们好好陪着李哥吧。平时的时候想听歌，然后你们过来，咱们都一家人，这么客气干嘛呀？我又不是李哥，又不是没帮过我，还有你们。我不辛苦啊，我觉得挺开心的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你们是不是也累了？看这么长时间。李哥饱了，我就说这搜李哥这个，我觉得还真不是说圈钱啥的。你说哪个主播不想挣钱？连我都想挣钱，谁不想挣钱？这是正常的渠道，光明正大，你可以选择参与，你也可以选择不参与，这是自愿的，这是他的姻缘。我跟你讲，他在这里面树立的威信，不然的话谁拜他为师啊？那肯定有人家让人家值得拜的地方，不然人家凭啥花这钱？我跟你讲，一分钱一分货，这个价位上你就能看出来师傅的身价是多少，知道吗？
很明显有人愿意办，还是证明他有东西，他圈不圈的自愿的，你也谁圈你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挺正常的。对，你们没发现雪儿点评的时候都要慢几秒，知道为什么？她肯定我是有延迟，我今天就是怕我耽误了事儿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直盯着屏幕，我除了我自己直播的时候，我是不会这么坐在电脑前面的。我就怕我耽误了人家的活动，所以我老认真了。我跟你讲，对，活动很成功，我觉得挺成功的，那我都招架不住。这不是米线，这是用浓汤宝做的，等我吃完了咱们就正常直播啊。好吧，你还有我前后 W 青菜哦。不用客气，你们别跟我这么客气了，你们不也总帮我吗？所以说一家人别说谢谢，谁跟家人说谢谢，对不？不是外卖，我妈看我今天晚上一直没吃饭呢，她给我下完端过来的，我不吃的话面条浪费了。咋大哥能唱什么歌？风一样的人，就现在这个，我没把握。潘雨玲，下播下播再吃吧。我李哥饱了，我可没饱。下播再吃吧，先不吃了，不在直播间吃东西了，我先垫吧一下，要不然一直吃东西这样不好，新进来的人不知道咋回事，以为不好好直播啥的呢。嗯，好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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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垫吧一下。对啊，这肯定是热身呢，我靠，这点东西要能把我吃饱的话，我靠，我现在得多瘦啊。吹风扇，刚吃完吹风扇容易感冒啊。一天二十顿，你确定老大能吃黄瓜？我靠，一天二十顿，你在扯啥呢？一天二十顿，我去。再说了，我喜欢吃的东西都是便宜的，
什么面条啊、米饭呐、咸菜啊、方便面呐、什么粉丝啊、什么麻辣烫啊、什么凉皮啊，这些东西我能给在座的几个人吃黄？根本就不可能吃黄。我喜欢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像什么臭豆腐呀、什么那些炸串啊什么东西的。雪儿的颜值飘忽不定，有钱看我顺眼，有钱看我不顺眼，是不是？你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，我跟你讲，达到一定境界的话，你天天你都看我不顺眼。那不是，那是什么？问题是你太能吃肉了，大哥，你现在去了解一下市场，现在外面市场青菜比肉都贵。你是想让我吃青菜还是肉？这一头的汗啊，我都出汗了，我跟你说，感觉没洗头吧？我今天刚洗完，就刚才刚洗的。我去理个那地方，我之前刚洗的头发。肉便宜，肉便宜，青菜贵。想听什么歌啊？先来一首歌吧。老大耳机坏了好像，老大你开个召集令，兄弟们能不能帮我过一下障碍任务啊？我开个召集令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帮我过一下障碍任务。没有开通障碍的，希望你能帮雪儿开通一个障碍任务，就是这个手机挡在左上方一个桃心带翅膀的，电脑在左下方一个障碍团，这个召唤的那两个字得需要新加入的障碍团才行，老人就点一下响应就行了。没有开真爱的，大家一起开一下真爱，谢谢大家了。欢迎雨流，有谁没新开真爱？大家开一下真爱吧，谢谢大家。主播太难了。现在才有两个人开，还有23个人没有开真爱。老大，你弹窗拉了吗？嗯。兄弟们，现在活人该在的都在了，剩下的就是协议了，大家不要着急。协议可能不知道我今天晚上这么晚要直播，所以上的可能有点慢，大家不要在意一些细节。你们现在没开真爱的，大家一起开一下真爱，还有18个人啊，18个人，现在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啊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，愿意为我付出那么一丢丢，就是开真爱。你可以不刷礼物，你可以不开守护，但是你不开真爱你愧疚吗？听我这么长时间的歌连个爱雪儿都没有，我怎么能相信你是真的喜欢听我唱歌？你起码身上你要带个标志吧。左上方怎么开真爱？头上方有一个小心，点关注了吗？点完了以后小心又出现一个带翅膀的，把那个一点，点完了就是开通真爱，除去频道再重新进来，在公屏说我开完了，要一个马甲，以后打字再也没有限制。电脑用户在视频的左下角有个真爱团，大家点一下真爱团，这是你们电脑用户该开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手机左上方，电脑左下方啊，兄弟们一起开真爱。但是我们开真爱了要对主播负责，你每天都要来过任务。那么你说我喜欢那个主播，我还喜欢你这主播怎么办？两个都可以开，不发生冲突，我不会跟他打架，我也不会跟他争。你到底怎么选择在于你，也可以同时喜欢，这个地方就是允许不爱，这玩意儿又不是结婚娶媳妇为了专一，对不对？大家可以到他那地方挂他的牌，回来了挂我的牌，知道吗？开了是吗？给顾城一个马甲，开真爱的在公屏要一下马甲，我现在要唱歌了。你们看完，你们没有点响应的赶紧点一下响应，谢谢我们家废物的红包，大家领完红包可以过真爱了。用废物的红包大家一起过一下真爱，刷1毛钱的礼物，然后每个人包裹里面有一个，包裹里面有个免费的真爱的一个礼物，大家一起送一下，每天都会有，今天不送12点也给你没收了，所以说大家不要省了。开真爱的管理现在抓紧给马甲，紫菜头像是什么呀？紫菜，看一下。我靠，紫菜你怎么用我吃饭的碗当头像呢？
我靠，这你也能截图啊？幸亏你是咱们家粉丝，要不然的话你绝对是黑粉儿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哼，一不小心就被人黑了一下，我靠，处处都是坑。对，还有哪个宝贝没开真爱？还有八个人，现在还有四分钟，这个时间走得非常的快。八个人再不开真爱就来不及了，还有最后的三分钟了，兄弟们，没有开真爱的赶紧开一下。我知道现在你一定在看着你还没有开，你只是看着我们在招真爱，但是你依然没有开，哥们儿，你的心是真狠。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跟你认识的机会，当一个喜欢我唱歌的好听众，你愿意帮我开个真爱吗？心不能太狠了，兄弟们。有一个人说最后一个真爱留给我，万一都在等最后一个怎么办？最难过的是主播，如果你真爱一个人的话，你就别等最后一个，你为我的付出我一定会看在眼里。你们在公屏说一句话，我就能看见你们是新加入的，这个时候不开爵位就有的牌面跟画面为什么不要？在这么深夜的时候，你们不喜欢我，你们干嘛这么晚还陪着我？明天都上班了。喜欢我你们就用爱来表达呀，开个真爱呀，现在还差两个人，对不对？来开通一下真爱，欢迎凡哥，点一下响应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奖励你们红钻了，也整完红钻了，找你喜欢的主播，当然包括我，你可以任意的刷礼物，用着我给你的钱，对不对？现在还差三个人没开真爱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尽你一点力气，让这个世界充满爱。我相信所有的爱都是需要理由的，离开才不需要理由。所以说大家喜欢我，你们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我看，你们是真的喜欢听我唱歌。还差两个人，咱们开个真爱。哎呀，好了，谢谢各位大哥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今天给我开真爱的兄弟们，你们一辈子都会幸运的，非常走运，真的。借我吉言，欢迎我石头哥回家。最佳奖励，给你们奖励红钻了啊！谢谢逍遥剑。好，兄弟们，看看你那包裹里面多没多钱？红钻，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。你看这多好，大家一起齐心协力，对不对？没有我们突破不了的东西。我们现在也就是无非来 YY 稍微嫩了一点，除了嫩，我们还怎么的了？谢谢欢喜欢喜，你们真的很棒。现在时间还没完事呢，任务就完成了，你说有没有意思？没意思，太简单了。YY 出这玩意儿就像逗小孩似的。没有啊，没有，那是因为没抢着。中彩票的人都中了，那还叫彩票吗？肯定是有人中了，不能每个人都有。但是你起码有这样的几率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宝贝。我为什么叫你宝贝？因为我在模仿你妈叫你，知道不？我能封你，我都不封你，知道为什么不？因为我今天心情好，我都不封你。你不能总说脏话，这样不好，你知道不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说我拿着麦克风，我说不过你一个扛着键盘的吗？我大不了说不过你，我就封了你。但是我这么做了吗？为什么？素质跟教养，这是咱俩不一样的地方，足以证明为什么我在上面播，你只能在下面看，知道吗？这注定了咱俩的命运不一样，知道吗？我们的路也不是一条路，知道吗？所以下回不许再骂人了，你改邪归正行不行？重新做人，我原谅你，我不封你，你好好看直播，但是我先不唱歌，我需要休息。欢迎灰狼回家，渴死我了。主播是谁的徒弟啊？我不找师傅，我怕我给师傅气吐血，所以说我不适合找师傅。谢谢我们家的意志，谢谢。我是独立门户，不找师傅。哎，你看你们完成了吧？
4266，积分，真爱团又涨积分了。好，大家想听什么歌，大家可以点，不要客气，这个房间点歌是免费的啊。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点歌都能被我选中，因为你们的人太多了，我唱不过来。好饿呀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某音，某音知道什么不？来个走心的，把我的某音的号给他们发在公屏，让他们关注一下，里面有我的生活视频，大家可以评论跟我交流一下。我其实我都看见你们评论了，我故意还没回复，因为我在了解那个某音。给你们唱一下什么歌呢？看看啊，刚才没唱完的那个，能唱风一样的人吗？你微博能不能再更新的勤一点？今天不是有应酬吗？大 Q 跟李哥吗？白天我在准备嘛，所以今天微博更新的不是特别的勤，你理解一下啦。谢谢玩家，谢谢你开通的真爱，并且给我了66个棒棒糖礼物，大哥真大方，大哥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要听一个走心的歌曲，走心的歌曲，我想想什么歌比较走心呢？在这个深夜里面，很少我有这个时间才刚开直播的，突然间特别的有灵感跟感觉。感觉马上就要睡觉了那种，这个时间开直播很有睡觉的感觉。谢谢我们家子晨啊，哎，突然间看见子晨我又不困了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欢迎金少哥，唱一首走心的，我来看啊。你晚上别让我唱太高的歌，你们给我点点好好听的歌，不在于高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这么年轻，不要这么俗，好听的歌有很多，我跟你说。唱走江南，走江南不经常唱吗？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行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欢迎金少哥啊，哎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啊，刚开直播，先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有很多人在不经意中就会走着走着就散了，也许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已经失去了。一首走着走着就散着送给大家。哎，我怎么像喝多了似的那感觉，这面条里我妈给我放酒精了。哎呀，谢谢我金小哥。心中找你的影子，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，其实我明白，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。寂寞世界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，我们相遇相拥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流泪。那些激情后的陌生，被利用的信任，被绝不爱的心，任性错过的人，伤痕累累才懂，认真我就输了。有些人走着走就散了，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，有多少无人能懂得不快乐，就有多少无能为力的不舍。有些人想着想着就忘了，
城市中的两颗心，寂寞城市中的每个人，我们相遇相拥，相互猜测怀疑，一边微笑一边流泪。那些寂静后的陌生，被利用的信任，被绝不爱的心，任性错过的人，伤痕累累才动人，这话就输了。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，有多少无人走心是吗？谢谢夜色哥，谢谢珍妮。接下来我要唱的每首歌都是走心的歌，今天晚上唱的任何一首歌都要走心给你们唱，因为我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，这个点直播就注定只能唱走心歌，知道吗？欢迎 M 哥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欢迎，嘿嘿嘿嘿。我的道哥朋友不会上啊，然后哥哥马甲，欢迎 M 哥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心走丢了怎么办？哇哈哈，那我也不知道，我一到这个点就犯困了，这点一直播的话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唱抒情歌曲非常非常非常之有感觉，真的。嗯，你是吃太多了吧，这不刚吃完面条浑身散发着热量，我跟你说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 M 哥。M 哥喜欢听什么歌吗？我给你唱。咱们家所有点歌都免费啊，兄弟们，大家也可以在公屏点。啊，照顾不周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谢谢 M 哥，谢谢。兄弟们，谢谢一下 M 哥。谢谢 M 哥。站起来唱啊，感谢 M 哥的这么多啤酒。风一样的人吧，把这首歌唱完吧，送给大家好吗？来，谢谢哥。不喜欢被别人打扰，安安静静的做我自己就好，不去计较自己的道，看淡那不属于自己的荣耀，不想把谁当作依靠，昨天的痛用几杯酒来忘掉，放肆的哭尽情的笑，摘掉面具给世界一个拥抱，我要做风一样的人，做一个像风一样潇洒的女人，勇敢地扛起了责任，只为身边期待的眼神，我要做风一样的人，勇敢地面对身边一切爱与恨，不想要多些的安稳，只为自己无悔的青春，想把谁当作依靠，昨天的痛用几杯酒来忘掉，放肆的哭尽情的笑，摘掉面具给世界一个拥抱，我要做风一样的人，做一个像风一样潇洒的女人，勇敢地扛起了责任，
谢谢谢谢谢凡哥，恭喜小伙伴张口，喜欢这首唱歌请记下关注啊，手机在左上方，电脑在右下方。溜了，谢谢 M 哥，谢谢你的支持，真的没事啊那个。我要做风一样的人，做一个像风一样潇洒的女人，勇敢地扛起了责任，只为身边期待的眼神。我要做风一样的人，勇敢地面对身边一切爱与恨，不想要苟且的安稳，一肚子的风啊！这个点谁给我来微信？我的发型乱了，我怎么唱完歌变成了地中海？闲的话我就要给你封出去了啊，老大你轻点撩受不了，我还没有诱惑你呢丸子妞，哎你看你那个死猪真是的，哈哈哈。今天是八级真爱粉的日子，八级真爱粉可以狂欢啊！然后大家想听什么歌，大家可以点，因为还剩下一个小时就下播了。想听什么歌，大家可以点啊。嗯，阿表，此短情长，还有什么男人花，倾国倾城。我想想我选一首我想唱的啊，你们正常点啊，不要因为怕我没选到而你们就不点了，咱们就当抽彩票一样的，对不对？石头哥想听什么歌也告诉雪啊，把你当成自己家人了，所以说就不跟你客气了啊，你就在公屏打字，你们看见石头哥打字你们就给我复制啊。嗯，看看啊，走心的尽量走心的，这一点唱走心的肯定行，跟你们讲。哎呀，怀念青春刚才不是唱完了吗？你有 YB 的时候给你唱完了吗？味道，哎，找到了一个味道。老大的画心跟清网都真好听，咱们来一首味道吧。味道跟哭砂，你们是不是把哭砂给忘了？哭砂老长时间没唱老歌，有没有人想听那首歌？没有人想听我就不点了，我就不唱了。哭砂好久都没唱了，那个歌适合安心听，年龄大一点的想能听，年龄太小的估计也不能喜欢。咱们先来一首《味道》，先送给大家，先把这个唱了。哭啥？啊，现在也有，那等我给你唱《怀念青春》。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。